拜六。嗯，好吧，早上也觉得怪怪的，八成也是电不够。12:49。其实我们滑下去之后，刚好可以接去全品。看你啊。然后接去全品，去那里来一次啊。好。应该今天全品会很好滑。会啦。因为早上压过了。滴水。知道，赶快拔起来。嗯，凉快，凉快。这样晃着晃，很想吐。哦，你撑着点。嗯，领口拉开，松开，真的很好。我也没有拉很低，我刚觉得出来有点凉。对，有一点凉。你不要拉太低耶。我现在真的接收这个凉快。舒服。哎，
鼻子不知道什么，今天被压得好痛。嗯哼。我们这个有不够挡光吗？没有啊。觉得有点亮。你不知道拿下来更亮。哦，我先闭眼睛休息一下。嘿呀嘿呀。开阔一点，鼻子不要压着胃。哦。吃太饱。有点吃太饱。啊，好啦，那就是那个，你还说我留太多，然后你又把它吃完了，拍谁哈？恰手，一二一算，加肉，他们就这样钻进去了，这样是去哪里？你是谁？谁？这些人啊，进去又出来的，出来了，好玩。那个大雪的时候应该是进得去出不来吧？雪太多，哦，有点烤。蓝蓝的天呐、啊！他们应该要接录音室的。嗯。很漂亮。嗯。嗯。可以学的东西，可以练的东西太多了。我觉得这种高度就不会吓人。什么东西？你在说椅子吗？对啊。然后那个第一次做那个，周兆宇一直在问我说：“这种掉下去的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脚没有扭断也会扭伤吧。”是你这样讲，他才会吓到吧？啊，他就一直问我，这个、如果这样子是应该还可以的，应该这么高应该还是会弄到，因为你没有办法确保下去的时候正正的、啊。哦，没有正正就是扭伤啊。哦。然后看到很松，我说这样掉下去会好一点，会不会还是会受伤？我觉得那个很肥，我很不舒服。太不舒服了，我不舒服了。赶快消耗我的肚子里的东西吧。也有可能是我头有点痛，所以痛到有点想吐。靠！有没有人可以铲一堆雪铺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啊？好恶心的、啊。哦。如果我们去走缆车的右边那边，意思一样，会比较好。都一样。哦，你是说那就是柏油路啊？哦。那就走缆车右边就好了。因为觉得好脏。今天我们排队的时候不就在那里吗？好，比较好。那就是走柏油路就好了。哦。我今天要把板子收起来，我不想要板子鞋子那么脏、啊。有道理。好啊，今天从右边收工就好了，然后钻过缆车洞，缆车路口那个洞，然后就回到旅馆了。但是旅馆那一段也是那样啊。我就想知道怎么办。不然你走外面就好了，从那个从马路回来就好了，多绕一点可以吗？我不知道他下去还是往哪开，我看。下去都是马路啊。他到底要广播练什么吗？没有，他一直都是这个状况，你知道吗？他一直嘻嘻嘻嘻嘻嘻嘻这样，一直这样。好耶！
杯的、啊、衣服会湿哦、喔，现在、啊、是就是现在板子是湿哦、喔，湿就是啊，等一下都被晒干了，太阳那么大。是啊，是滑滑的、啊。要自己找位置，就是还是滑。其实中间开始就算是了，算是啥？马自备啊。以前我们都在撑到那里才开始，然后我都以那个叉叉为主，但是实际上这里就可以下左边。下左边。但是也没有。这里下。没有要去右边好了，还是你过不去你就从左边。下。啊？下。是可以啊。看一下，都下去了。对啊，都下去了。开始，树枝孤鸟。下去。好，我看着你喽。你看着我，你一下就看不到我了。对啊，当然是一下就看不到你。是要下去啊？会不会突然我就失控，然后我就冲出去？会滑一下，然后就好了。咻！你到叉叉附近或者那个人附近等我吧。
你说什么？你不要撞我。当然不会啊。哦，这里录得到下面，因为我录你一路到橘色那里吗？橘色人哦。对啊。那我要回头帮你录吗？不用吧。哦、这里我们应该，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好了，我本来想说用 iPhone 录啊。那你可以再跑远一点，你到那个橘色圈圈那里，好不好？然后我拿一下 iPhone。橘色圈圈呢、欸？可以啊，反正你以那里为目标，然后中间会有一部分看不到，那也就算了。你录不到我没关系啊，我是说从上面往下录看起来超陡，所以我想要录一下。好，开始。一下子就爬起来跑掉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对啊，这里只能乱练一通。啊！刚没有站好，我就摔倒。哎呀！呼噜呼噜的，往上一看根本看不到人啊！那 pose 都很烂，是吧？好，我先下去了，而且还花好多力气啊。你不要离我那么近啊！到处都硬啊。
花力气，花力气。走了走了走了走我觉得他两点关是有道理的，已经开那里，那里已经开始刮刮了。哦，你说雪被刮光了？对啊。我的改革的动作，他的动作好快。这里就可以开始了。啊？丢丢。好有节奏哦。好，开始热，开始热。不一定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还要录吗？不用吗？乱七八糟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你要录、哦？不用，不用。因为待太久太热了。好，先走，先走。我一下就会冲到那里去了呢，已经挖出中间已经有规律的那个馒头直接脱掉了。哎，是啊。太松了，有人会来救我。谁会救你啊？高手啊。有的，他是高手，一定会来救我。对啊。阿里嘎多。
哎，阿里嘎达。一定会啊！等我们厉害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干这种事。很好穿啊，没有踩到它啦，这还是翘起来的。好啦，对啊，这种距离我怎么敢过去？你能下多远就下多远吧。就是方向又错了，可以。这里就对了，但看起来很深呢。完全没有用馒头下法啊，我没办法啊，对不准啊。对啊，那你再走吧。对啊，后面都没有人了、啊。对啊，太热了。嘿，笑。啊？你可以一直下到很下面。嗯，那我也走了。
但是我刚刚在滑。很好啊。喂，就一直滑一直热啊，热得要命，热得要命。我下去那边，你再开始好不好？我看你啊。好。对啊。我刚也是对准没对准，所以拖板啊，就是很想进去，时机没抓对就会拖板啊。没对准就错了。对啊。因为我刚刚有对准过，你回家看这段，你就会看到我有在那边对准，然后现在我还是很这里开始啊，试试看啊。哈哈哈。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！好累啊，好热。你看我站在这里是阴影啊。他很会滑，但是他累了。这要耗体力的，啊！好像没练到什么，没关系啊。
满山满谷的馒头。方法是对的，但是我们不能进太深的洞。啊！你说怎么没了？左边没了，左边应该是松，完全没了。我好热哦！对啊，我们赶快去全品量一下吧。
有一家店呢、欸，废弃的店，废弃的餐厅。快捡啊！捡定中哎、欸，被封起来一半了。不要这里晒太阳啊！走啊走啊，快走啊！是左侧，好，没关系，就滑吧。一二三四啊 ，SAJ 之类的吧，考试啊。好啊，走了走走，又开始晒了。对啊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朋友，我要休息。去Champion 那个 restaurant 休息。怎么过去？这里往左切。
黄色牌招牌的左边有个黄色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很累，所以我慢慢滑的啊。你一直前进，那个黄色招牌顺着滑过去去餐厅，你直接冲过去。我没力气啊。我又不是在玩，我很累，好不好？你以为我在闲晃哦、喔？我也在闲晃。什么鬼？你就走嘛！我很累，累死了。这样不用再把板子搬过来了，这边比较高。哎呀，又热又累。不是，你还爬到最右边啊！我很累，我不想转弯了，我就只好滑去那边啊。我脚酸死了。会往下。哈，总之我想慢下来休息啊，太累了。我也累。